哎呀，干什么？喂，拦着我干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不要管我这么多，放开我！跑啊，跑啊！我不跑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在这里前不着人，后不着店的，你就要去哪里？我去上厕所。你想怎么做走？你给我回来！连跑门都没有，回来！你要去哪里？我上厕所都要你。上厕所那你把那个车费先给了。给车费是吗？对呀、啊。简单吗？我大把的钱，你别拉着我的手。你先给了，就100块钱也不多。反正就给我好两分钟时间上个方便。一秒都不行，给的钱你去半个小时都可以。回来！哎，你再拉着我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受不了，那你赶紧掏钱呐、啊！哎呀，掏钱，啊，怕我少你的是吧？哎呀，我又不是今天才拉客的、哎，什么样的客人我都见过，你就讲的花花样子啊、哎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放开我先！哎，反正不给了车费，你就别想找。我怕了你了。拿来，给车费就给车费，多少？100块。100块钱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么多啊？哎呀，都说好了，什么多？孙老师不是跟你谈好了吗？几十块钱就又100块了。你什么脑子啊？哎，刚才都说好100块了，现在又来这里啊？放手，我给你。还拦什么拦呢、啊？上那么大雨还要拦呢、啊？想跑门都没有。他说我没带钱不？那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就是想逃单？不是想逃单啊。我突然想起了，我包也没带，手机也没带，我忘记了放在家里面了。那你现在还要上厕所吗？上也可以，不上也可以。就说你啊，就是想逃单，嘿，想在我的眼皮子里上玩花样。哎呀，你还嫩着呢。哎呀，这都被你看得出来。那你没有钱现在怎么办？随便你说吧。那不如做你女朋友，做一个晚上就行。你是说什么？我是那种人，我可是正经拉客的。拉客就拉客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才看不起你呢。那放开我！你说你别碰女人，别碰我啊！我要钱，钱回到家我就给你啊。行吧。不行。又不行，行又不行。到底谁啊？那是哪一出啊？反正你要给的钱，我再拉你回去。你现在没有钱也可以，我指你一条明路。干嘛？啊！哎呀！干这种事情呢、啊？这种什么事情又不违法？还不违法？不行了，这样子干不行。那、哦、不行是吗？反正这里到你家还有那么远，你就在这里淋雨吧，问问是吧？行，哎呀，行了，我怕你了，我说什么都干了吧。下来，怎么的事？告诉你啊，只要不违法，行了，我不卖身的不？哎呀，做什么？下来，那么狡猾的。不知道谁狡猾，哼，这叫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嘿，我怕你了，快点，坐，在哪里呀、啊？这里，到哪？到哪？就这里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山卡拉的地方啊。行啦，你又没有车费给我，啊，你就乖乖配合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说不定啊，你表现得好啊，等一下我还不收你车费，还倒贴钱给你，还有钱收。真有这么好事啊！哎呀，你不相信我啊？行了、老六，喂，在不在家？出来一下。哎呀，老六啊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今天就是为你的终身大事来的。哦，怎么样？我漂亮吗？这个老六，美女是哪里的？哎呀，我是那个叫什么五珠村的。第一次，怎么样？帅吧？满意，满意是吗？啊，行了，哎呀，干！这个人这么瘦啊，介绍他，哎呀，我们是来赚钱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刚才听说了，但是瘦是瘦，但是我做事有节奏。你别看我小，小是小，但是我做事有技巧。对，哎呀，你看口才一流。应该各方面的也功夫也不得了的。进来，既然大家都对象人了，进去啊，一边吃一边聊。哦，啊，进去，杀两个徒弟没关系，你要三个都没关系，只要你们喜欢吃啊。
那美女在里面慢慢吃，这样的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老六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美女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她留在我家，今天晚上过夜。哎呀，老六，人家第一次来，你就想要讲什么了？我心急呀、啊，我想吃热豆腐啊。哎呀，谁不心急？那个美女确实是漂亮，但是、哎、我知道你的心思，就这样子啊。哎呀，如果你今天晚上让他留下来的话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行，我看在这个的份上，行，我帮你想一个妙计啊，一定有啊。放心啦，我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、啊，这一点思路还是有的，就看你的喽。行，不要看我的啊，赶紧回去稳住他啊，走。哎呀，吃饱了吧，老牛啊！啊，你煮那个土鸡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都不想走了，不想走，哎，不想走就留在我家，好不好吃？天天烧鸡给你们吃。哎呀，给我的。是啊，你老四爷要走。哎呀，行了，人家女孩子第一次出来，也不方便留下来啊。这个也理解。那个什么联系方式也留了。是啊，你要多多联系啊。趁热打铁，晚上睡不着，我都想打电话给你。那没事啊，只要他有空就行了。那不多说啊。什么情况？我肚子不舒服，肚子不舒服。上厕所啊？哪里有茅房啊？上面那里啊？哦，那一排、哦、有一间是啊。哦，我先去一下啊。你在这里等一下啊。快点啊，等一下、太晚了。哎呦，快点回来拉我回去哦。哦。他上厕所拉肚子应该要很久的，不然就让我进里面去，我倒茶给你喝。不行吧？